较喜欢夏天还是冬天？夏天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吃冰啊。白痴。你有想过之后要去哪吗？还没开始想哎。你嘞？我应该会回去吧。那感觉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去个哪里玩？焦点不是在意我们在做的事啊，但是你觉得这一切都是你的，是谁不重要。你讲话不要太过分。对啊，是你要管又不是我。让我试试看嘛，说不定好像很多人要追你。每次结束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会不会下礼拜再上来的时候，就看不到他了。你可以再唱一次刚刚那首歌吗？